首次来这个感受怎么样？有什么样的收获吗？应该说非常，因为我们参展这么多展位，才发现还没有哪个这么创新的参与，这个疫情过了。那也请您跟我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华丰月本身是微信收款30元宝到账15元。哪些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？我们华丰月呢是专注人生健康保障，坚持后不悔的人生产品。然后我们今年呢又推出了养生产品，然后呢我们又做了人生保健的产品。那最后也请您再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明年再来参加我们的话，有什么新的期待吗？明年一定会。支付宝到账30元。希望咱们的华丰院可以带来更多的新品好茶。好，谢谢。